选美冠军平时都看看吗？我真的没有能穿的衣服了，没有合适的，好看的太贵了，然后那种便宜的吧，出来效果不好，那个穿出来质感也不一样。安排。平常出去呢，你是苗族姑娘，你要展现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，又比较日常，不那么隆重的话，这种小马甲，民族风的这种小马甲就很显瘦。搭你自己的衣服的话，再穿也是很有气质。我说想穿全套的话，我比较推荐你穿这种我们家的最新的新品，就是它这种苗绣的民族风，然后它结合了我们是日常的版型 A 字裙，上面的刺绣呢都是我们精工细作进行精心的配色，背后还贴了一个可爱的这种蝴蝶结。然后也很符合你这种甜美的气质，走上身看看效果。